最满分哦。各位掌声不用太踊跃，等一下哈会发到你们手上。一上去抢会比较难一点。不会啦，他就没有怎么样。那有趣呢，因为呢，长时间呢耳濡目染，他在学打鼓之前就已经听人家打鼓听五六年，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，他不会打也是很难的，哦，对不对？说老实讲，对不对？对哈，你以前就听我打鼓哦。他在幼稚园的时候，我本来要教他，可是他腿就这么短，没办法。可是这个前世比那么大一组，他这样很像小孩子在开公车啊，在看你。对，等他长大一点，我想会很厉害。到时候长大再找老师学更好的音乐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首，那个5566的。